今天我用30秒的时间教会你一道超级无敌下饭的菠菜鸡蛋酱，让我们一起做吧。首先我们准备在市场上花了57.8块钱买来的菠菜，咱们给它改刀切段，准备一个空碗，放入一勺生抽，一勺蚝油，咸盐鸡精，放入一勺黄豆酱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放入一勺玉米淀粉，咱们给它搅拌均匀待用。起锅烧水，放入色拉油，放入切好的菠菜，焯烫2分钟。焯好以后啊，咱们捞出过凉水，投凉以后啊，咱们用手轻轻地转一下，咱们给它码入盘中。起锅另烧油，放入葱花，炒出香味以后，放入鸡蛋液，咱们给它炒熟炒散，放入咱们提前准备好的酱汁儿，小火慢咕嘟，咕嘟开以后就可以了。进来的大哥大姐呀、啊，如果你有缘刷到这个视频，就帮老弟点个红心，点个关注呗，就是照屏幕杵两下子，也方便的日后查找。感谢您的支持。鸡蛋酱啊，炸好以后，咱们浇入这个菠菜上，就可以开吃了。